没法反驳。中国本来就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，只有宣传机器，他也从不标榜自己客观。他不是偷偷摸摸暗搓搓地表现出太过主观，他是积极地、主动地、旗帜鲜明地宣扬，客观是错的，主观才是对的，媒体就该姓党。他连演都不演，装都不装，你要怎么反驳？你的反驳反而违背了人家的本意。再补充几句，即使是自媒体，也是这部机器上的螺丝钉。他能说的，是他被允许说的，你能听到的，是你被允许听到的。